上面有静电，难道还是有地线？上面地线吗？这里是有地线吗？Now we change the wiring material. 拉不行。那个扳手呢？什么扳手？有，静电很大，操！对了吗？那个钥匙，开门的钥匙。钥匙在那个袋子里面，找一下那个袋子。啊，这，这个，是这里面，这里面。真扎实的，是吧？去了教室。哇，这地线啊！有地线。哦。这静电很大。手湿的就不会，手干的就不行。是没错的，怎么感觉怪怪的呢？开始在上面。Thank you.
没错。就是把这里弄好以后就点哪一个？没有，你先找标吗？标签怎么了？找好标，找好标。就点这里吗？没有，首先装的时候这个标签，你看现在这个挖的，嗯，那这标签装的时候装正它。这个往后推推。对呀、啊，这个装正它，使得这个装的时候，这个所有这个都是正跟这些一条线的，嗯、全部靠这个边嘛，靠这边全部装正它，这个压好了就 OK 了，基本上差不多是正的了，不然它自动找正的话，浪费好多张标签嘛。手在烧，手工进来烧，把它装进来。We need to、哎、to put more laboring material in the same line.双元店本来就是今天的。对啊，今天好大。对。这个高度要调啊，高度不对啊。这跟那个小安藤不是差不多？一样大吗？一样大。看一下。有一样大，但是的话就可能不大也差不多。对，大了。大一点点。好，这样调是这样子的。Also we need to adjust the height.就是有点紧张嘛，这高度还是高一点，刚才是硬搭过去的。这个要求高吗？对啊。我调到你这。正常是这样子的。现在高度低高高高，还高，再高一点。好，再高一点，再高一点，试试。差不多。对吧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不管他了，先试一下，手啊，不然要注意啊。哪里卡住了？这边卡住了。This part is to adjust the height of this part. And also we adjust the height of this part. In this.这就避免它会那个嘛，嗯，就是避免它卡死的话就一直卡它就会动嘛，它会卡上这个，它会有一个保护的。应该不大啊，底下也不会啊，哎，两个。是不是？嗯，你看一下后面怎么调的。